Daryl Riley 今天所发的初级高阶的排舞，32拍四面墙，没有重启，但是有4次插段。这个插段呢有6拍，分别在墙一、墙四、墙七还有墙十之后来做。那么它的结尾的话呢，也有点小意思。好的，下面我们先来分解一下它的舞步。重心在左脚，从右脚开始。第一组，右脚前摇回，右脚后摇回，右脚前，左脚并，右脚前，左脚上前1/2向右轴转，看6点钟重心上右脚。第二组，左脚前摇回，左脚后摇回，左脚前，右脚并，左脚前，右脚上前1/4向左轴转，重心上左脚，看3点钟。第三组，右脚交叉停，然后左脚旁，右脚斜前点出停，右脚旁并，然后左脚前叉停，右脚旁，左脚斜前停。第四组，左脚并，右脚交叉摇回旁，左脚交叉摇回旁，右脚前，左脚前，完成32拍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下它的节拍。7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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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,
那么如果要是你觉得在数的上面会有一点困难的话呢，你就记得在歌词的 B 的声音上踩进去，那就没有错了。另外一定要记得强一强四强七强十之后要做一个六拍的插段，就是摇椅加跺跺。好的，那么第一面墙完成了以后是在三点钟，第四面墙完成是十二点钟，第七面墙完成以后是面对九点钟，第十面墙完成以后是面对六点钟，一定要记住做这六拍。然后另外的话呢，就是第十四面墙，当我们面对三点钟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只跳四拍，然后左转四分之一，右脚跺下去，完成这支舞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试一试。